这届紫梅校典礼今天上午9点在彰化的张安郭中举行，由校长赵金水主持。赵校长在典礼中表示，他们将不断地捐赠书籍、教材，以及相互交换教学经验，来增进千后方学校同学们的感情。由马祖远道来的两位老师代表侯文祥和林春江老师，也报告了前线同学们的生活情形，并希望这项结合共同为反共复国而努力。马祖中正国中目前有6班，学生265人，教授国小有18班，学生1016人。典礼之后，就有舞龙和游艺节目等。